了普京，卖词也需要闯线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这个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头晕树，胯下战马就是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这个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到地，铸就桃园三结义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山东梁山来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演成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愿为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众窝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，他能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使前浪抬在了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慢慢唱，朱云龙公孙胜，卖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木叶叉孙二娘，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杨志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陆志深，抖着链子开大奔，活阎罗这个文小七，成天成宿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，坐着地铁玩微信，这个屌丝真给劲，这个青龙白虎升上印，独火星是孔亮，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被定国，为了金钱演群落，跳剑虎是真打，走